家好，我是卢思琪。今天呢，我作为淘宝联盟宝藏团的战队代表，来到了天猫晚会的现场，就是来公费追星的。如果到时候你们在台上看到一个长得很像我的衣服，不用怀疑，那就是我。这个直播彩排马上开始了啊，怎么办？我们这种重量级的艺人要上台了，很重。哎，我虽然说这番话说没有一个脸红的，这几位都是在各个自己的行业内已经用心耕耘了很久的一些主播。说实话，做主播其实是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，所以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苦处啊。今天我们就大家随便聊聊天。你哪一年做？我2017年、2015年。您哪一年开始做这个？我觉得说实话，直播带货不仅就整个人就职业什么的都有一个提升以外，给我们的心境也提高了不少，心理素质也变强大了。就一开始我也是属于那种别人骂我一句我要骂十句那种，后来你发现误解你的人太多了，你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去回，开始反思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。就是从那个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心态，就总会有人说网红卖的东西有什么好东西，就会这样觉得呀。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的想法，我们只能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心态。你们有就是遇到过那种跟别人谈价格非常难的事情吗？遇到过啊，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很大量级，然后就是没有办法，然后他们有一些又跟别的大主播签过那种最低价合同，然后我们真的就是死命撒娇撒泼滚打都用上了，有时候可能会记录下来，还会被人说哎你做戏啊，但其实就是事实如此。真的很难，因为他们的出现解决我们都小主播的一些这个最根本的问题，所以你们现在选品会方便多了吧？会啊，肯定会啊，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。对，我们聊点轻松的好不好？做主播会不会有很多人追求你啊？感情会不会出问题？不会啊，因为我的粉丝都是女孩子。啊，那你现在谈的第几个男朋友？我说一下啊。你如果不做这个会干嘛？做了主播之前是做歌手的。哇，做歌手，做驻唱啊，哇塞，还有商演啊之类，这种就是比较自由的职业。不好意思，起高了。淘宝联盟宝藏团，金钱好货比，任何时候都要优惠呀！双十一赶紧来抢吧，不然就被我一个人全包了。给我们的粉丝最想说一句话，就很诚恳的。做视频这两年来，其实也有很多的坎坷啊，好的坏的事情都有。非常感谢那些一直支持我、信任我的粉丝们，希望我以后可以带给更多的一些正能量呀，也好，还是一些好的东西也好，可以让大家跟我一起越来越漂亮、越来越健康、越来越快乐，完美。最后再多一点点福利送给粉丝们啊，多一点福利，让他们真正可以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东西，这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初衷。